救！火车来了，电车来了。各位小金粉，大家好，我是 KIN 阿金，圣诞节快乐！今天圣诞节就是要来玩 GTA，GTA 听说有送东西哦，我们来看一下是送什么东西啊？送，哎呦，果然真的哦，入侵与说服坦克免费，今天还不上 GTA 你就头脑烧到啦，对不对？今天好像是只有今天哦，只限今日。阿星祝你佳节快乐，免费的军火大亨哟、哦！阿星还不错哦，来啦，直接改这入侵与说服坦克。如果炸烂虚拟物品会让你感到兴奋，那你一定要把这段文字看完。想象一个 3D 的街机游戏，并且有着极大破坏性的后果。欢迎来到现实的人生，借着入侵与说服阿西坦克，把街机的游戏带到洛森街头。这辆坦克麻雀。却虽小，五脏俱全啊，免费爽！之前该不会有人花钱买了这一台吧？200多万呢、欸！哦吼吼吼，买下去，一购买。哦哟，它所以它不是车库型载具哦。来，来看一下这一台是要用帕格萨斯叫出来吗？还是要用什么？来啊，怎么叫 ？RC 坦克物品清单。哎呦，啊，长得好可爱哦！这组长是不是可爱？请求阿西坦克入侵与说服坦克军用车辆维修，好维修。哎呦，真的哎，一般的改车王可以改武器，我以为军事载具都要把那个什么复仇者给叫出来才能改，或者是那个机动作战中心啊。来了，涂装，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涂装。哎，我以为这还不能改哎，哎，没想到可以，所以非车库车也是可以改的、啊。等一下，你的涂装怎么都只有迷彩，有没有别的啊？我们先改喷漆好了，你们觉得改什么颜色比较好？来刷一下，刷一下。哎呦，黑的好帅哦！就改黑，雾面的啦，雾面黑啦。我以为不能改雾面的，就可以哎。我要雾面黑，就这么决定了。看一下雾面其他颜色好不好看？这种颜色最像坦克车的颜色了，但是我不要，我要雾面黑主色调。然后涂装看一下能不能上去。哦，上了涂装好丑哦，超丑的有没有？不要，我不要涂装。我不要涂装，然后武器，这就是最重要了。火焰喷射，只是我觉得火焰喷射好像不错哎。火箭炮还有电浆炮是怎样？哎呦，电浆炮哎，电浆炮是不是就没有子弹限制？但是我觉得这个火焰喷射器我蛮想要的，因为我觉得它可以烧东西啊。好啦，这台车免费了，就只能改这个个十百千万十万27万哦，等于我这台车只花了27万而已啊，就这一个了，改下去了。你不改这个最贵的，等一下对不对？观众会受不了啊，走了。可是我蛮想要看火焰喷射器的，有没有人改火焰喷射器的、喔？哇，清一色都是改电浆炮，是不是？哇，我看不到我自己的头哎、欸！有，看到我的头了。啊，发射怎么发射？等一下我试一下。哦，可以！哇塞，这就像火神机枪而已啊！走喽，撞屁！走喽，尬枪，来喽！我们要做这个防炸测试啊，那一台绿色的啦，绿色这一台来炸我。哎、欸，他们其他人让开啊，我要被炸呢。不是啊，谁放年弹啊？这样怎么测试的？好，绿色炸我，来，现在几发了？剩3发、4发了吧？4发、5发，再，哎、欸，被挡到了啦，5发。6、7，不会坏欸。8，来继续。9、10，11，12，13，14，15，欸，真的不会坏哦。16，17，怎么真的假的？18，19，20，21，这台不会坏。22，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屁啦，怎么可能？二七、二八、二九，哈哈哈哈哈哈！火车来啦，电车来啦！现在什么情形啊？哦，我被卡在这边。哦，可以了，可以了。该多少了啦？现在多少？哎、欸，超坦呢、欸！哎、欸，我冒烟了，我冒烟了，在，来照照照照照照，啊，就紫色这个，来。二八二九二九号二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四，哎，太坦了啦！三五也是超强，三六三七三八，还一直哔哔哔叫哎、欸！四十了吧？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快爆！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这没炸到啊！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这超强！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五五，好强哦！七十几发哎、欸！七十几发累死哎、欸！哎、欸，太强了吧！啊，我怎么回来？我要怎么回来？回来！怎么强？所以应该算起来应该有八十啦。对，没错，应该是凑整数，应该是八十。因为刚才有一些人用粘弹炸我，而且是粘了好几颗的，对不对？我有看到哦。哎、欸，快笑死！应该是八十发啊！怎么那么猛？史上最坦的载具哎、欸！之前最坦的应该就是机动作战中心了吧，可以二十几发，可是这一台八十发，至少应该是八十发啦，因为刚才太乱了，乱到有点基数有点不准，不是七十就是八十哦。哦，哎、欸、，CD 时间很短呢，你看我再隔一下下，再一分钟它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到这边，然后叫坦克车出来，我们要来做撞屁呀、啊。真的是靠我来刹车吼！来来，叫自己的坦克车出来啊！阿西坦克，走，我们去另外一边，我们去我们平常潜水测试的地方。潜水测试，防弹可以防八十发哎、欸，史上最防的好不好？哎呦，他刚才哔哔叫是说快不行对不对？他刚才哔哔叫嘞、欸，有没有？所以防水很弱哦，逼过头它就直接坏掉了。对啊，走啊，我怕你们不敢跟啊。啊，要坏，完了，它防水超烂，它防水好烂。哎、欸，刚才是防炸测试，但是防弹测试要怎么测啊？哦，我知道，拿火神来测对不对？来，我准备好了。这个应该超防弹的吧？我现在身上有9949发。来，其他人不要靠太近啊！我要开始测试了 ，Ready Go！ 哇，这个是防弹的吧？这超级防弹，哦。哦，他把他挡住了，很好，就是这样，一团烟啊！不对，我要打他弱点，那个油箱是他的弱点，油箱我打油箱，这边有一个油桶哈，这边啊，这边我打你的弱点，我就不信你不爆！哇，火焰车哎、欸，有人改火焰车，我喜欢。等一下，我们来玩一下火焰车。哇塞，哎、欸，真的打不爆、哦。如果9999发打不爆的话，应该没人想要用子弹打这一台了吧？也不会有人想要用飞弹打这一台，要八十发飞弹才打得爆。哇，这台太溜了吧！爆了，四千发啊，
4800把这个打爆，所以他防弹能力比较弱。好，防弹就是4800啦，所以可以下结论。然后超级不防水，他最怕的应该就是水了。然后防炸超强，千万不要对他发射飞弹啊，因为根本就炸不死，好不好？